出口啊，陳皮。點算啊？我哋冇搞肉機。50g 嘅麵粉，我睇咗做150g 嘅麵粉啊。頂背叛我都有。今天我哋整魚肉燒賣，我哋咪要走嘅。係啊。然後呢排喺度睇個 Facebook group 咧，跟住啲人咧喺度講咧，有啲乜嘢最想食咧？即係除咗雞蛋仔之外咧，我發現大家勁想團購呢個魚肉燒賣，自整啲香港特色嘅嘢嘛。咁可能到時冇得食，我哋就可以靠呢個魚肉燒賣維生。材料就是呢度呢啲啦，魚肉啊、肥豬肉啊、麵粉啊嗰啲，咁啊到時再睇文字啦嚇，有啲乜嘢？反正我哋都係抄人哋個食譜，唔通自創咩？睇下呢個人喺度幫緊咩手先？叮咚，係冇幫手嘅。頭先準備材料嘅時候，佢喺度屙緊屎啊！哦，大便中。Washroom。Okay。你開始啦，首先打一隻蛋先啦。老師，你拎近啲個碗先。係，拎近啲個碗。唔係啊，成隻碗擺喺你面前啊。係，跟住啊。放低咯。係，放低。打蛋，係啦，肯啊，唔使細細力得噶啦，係，再大力啲。唔得噶，你打要打連續打幾下，再打多幾下。OK，fail， good job。150g 面粉，啊，多咗少少啊，好夠，正常唔應該係咁。Hello B， 我哋要，唔緊要啦。我哋係兒童節目嚟㗎，喺YouTube channel嗰度教兒童。咩啊？邊係啊？呢個意外嚟啫。你想唔想 zoom 近 ？zoom 近我筆落去嘅兜兜啊？好啊。因為咧，你睇下嗱，呢個人咧就打爛咗只蛋黃啦。都 OK 嘅。都 OK 嘅，係咪？應該就淨係筆個蛋黃落去嘅咁咯。不過我諗有少少蛋白都唔怕咯。Oh fuck！ Shit！ Shit！黐線，大 fail， 係咪應該用嗰啲咧蛋？其實係，即係有個羹唔啱啊，應該用羹。我都唔知，算啦，我哋平時都冇煮嘢食。我哋 fail 咗兩個。好，唔緊要，冇事嘅，冇事嘅。咁係小姐啊！我發雞盲啊！我睇食譜嘅時候應該係。應該50g 嘅麵粉，我睇咗做150g 嘅麵粉啊！我而家要不走啲冇被污染嘅100g 麵粉。頭嗰幾個簿仔已經錯咗三個簿仔，慢慢，所以讀書好重要嘅。收聲。而家咧就係要攪勻啲麵粉啊，撈啦！跟住頭先已經量咗，哎呀，15g 嘅水，咁就要分次加入。搞得好唔好啊？繼續，等我幫你加水啦。繼續搞，做得非常好啊！一陣要落手，落手嗰個部分，等我嚟啦。係一個面團啊！鹽是但加少少啦，好。麵包師傅，但係好似好黏咁，可能要太腍啦而家，所以你覺得應該加乜嘢啊？麵粉。係啊，好叻啊你！
好，这个人是不懂掹保鲜纸的，保鲜纸是不需要拎出来的，你整碌要拎起的。不是，整个纸盒拎起。纸盒拎起到。是咯，那你不是，不是咯，刀片在下面。好、哦。是、哦、啦，那跟住之后就一嘢戳落去啦。你咁样戳梗系唔得啦，你要由上至下斜斜地咁戳噶嘛。是一个冇生活常识嘅人。O K， 得 ，perfect。呢枚佢系咪系咪啱噶？你觉得咧？不算问。嗯 ，much better。好，劈落去啦！哇，好呕心啊！唉，就咁啦。上下切就得噶啦，明明到你咯。不过我哋唔要皮，所以我哋要切走埋层皮。都、好肥啊！你手持揸刀，系啊，嚟啊！你揿实啲，如果唔系会走位。我靓切。好，但要切走层皮。160元。24 hours later， 点算啊？我哋冇绞肉机，粒粒皆辛苦嘅概念。到佢咧，肥猪肉系我，鱼肉系佢。你切咗一半先啦，不如。要咁大力咩？呢个都？系啊，我真系以为会切烂块板。我的策略就是將我看到的所有東西都切一半，那應該會很小粒。這個是那個白紙的概念，有一個理論說不知白一張 A4 的白紙最多是不知只可以接白紙。魚肉簡單很多咯，真的很容易切到很臭的。 Finally 終於整到這個混合物了。為什麼我們要用這個落後的方法？木薯粉几多话？两只金鱼得吗？木薯粉系50g， 唔好落150啦，今次升少少啦。菜唔会再发生呢件事。是呀，它太慢了。椒粉少量，究竟会不会成功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仪式感好，佢而家咧就话要将佢攞出嚟，跟住之后咧就搓薄佢。哇，好黐啊！点算啊？哦，唔紧要嘅。唔紧要咩？难啲。难啲。由于太黐嘅关系咧，所以我决定更改一下个食谱，每次加啲粉搓到佢唔黐手，然后硬平佢，咁咪包咯。你估得唔得？又有啲道理喎，好似做人要變通。啱，説得對。所以我哋都變通咗好多下。睇得唔得先？我應該要飲啲粉落去。fail 要多啲粉，咁就係，係咪？再飲多啲粉。咪係，冇話唔得噶。咪咯，我哋最緊要成功整到兩粒。OK。因為我哋最慘係咩？最慘係我哋冇呢個麵粉碌。要找個玻璃來剝個皮。這段片教你如何什麼工具都沒有都可以做到這個魚肉絲嘛，就 OK 了。
正常的燒賣皮應該是很難薄的。兩粒就你最近整咗兩粒，啱啊，兩粒嘅啫。四粒啦，四粒啦，四粒。酒樓你先買呢四粒嘅。你笑到哇，好慘，好淒涼，冇咁嘅就冇繼續笑。Good try, good try。最慘係咩？我哋又冇帽喎，所以我哋就係用呢個蓋嚟整成一塊皮。擺翻佢先。佢先係啦，係啦，係。好啊，嘟嘟。攞個匙羹嘅襯。差唔多啦。哇正呢、這个多料嘅，哇劲厚，唔得一阵要搓薄啲先。我都话咗几条唔啱，我哋俾镜头睇下，敷唔敷到啊？呢个系蛋挞嚟嘅，等先，敷唔敷到咧？你要唔要试玩啊？好啊，型啲，测一测存在感。Tell me to stop. OK， 得唔得我夠玩？你飲下，令到佢唔黐手先。你當佢好似 U tag 咁黏就得。嗱，我頭先係咁樣，即係飲呢份，然之後就咁樣整暈佢。好似好大喎。係啱噶，你要加超多粉。你咁樣，你咁樣飲啲，跟住之後就咁。其實個食譜應該我有啲出錯。定係我哋出錯？都係睇人，我咪太多粉啦。你都揾佢，哇呼！越包越靓，最靓嗰啲都系我包嘅，收皮，一粒都冇包过。歷時兩個半鐘。耶！試食，終於完成。兩個半鐘。我想講咩？呢粒係醜樣到點啊？係。個口啊，真平。但好彩有辣椒油嘅。OK OK， 加咗辣椒油係 OK 嘅。燒賣從來冇感受過佢身邊，但個餡 OK 喎，個餡係 OK 嘅，都唔夠挺身咯。我見咧有啲食譜係會落埋糯米粉同埋粘米粉。我記得我有一粒係包得好啲嘅，即係特登咧割，好似一粒啊嘛，整到層皮勁薄咁樣嘅。哇！我哋玩咗兩個幾鐘，辣椒好食，好彩有辣椒油嘅真係。即係如果個皮可以薄少少咧，咁呢個應該都會俾九分。十三分，十三，我觉得练习当几次？三次啦，三次之后我应该可以开档啦 ，master 到。嗯，但好彩玩拍片啫，如果唔系平时我哋应该唔会做啲咁嘅嘢。冇错，几好啊，学下新嘢，都唔算 fail 我啦，我会俾呢个七分。头先系零九分。啊，十分，十分，十分，我会俾。系，我会俾六点五咯，六点五，点五至七咯，有啲系七嘅，我觉得。